晚上庆祝一下。晚上庆功，你请啊。干杯！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感受过，工作可以让我觉得这么的有成就感。工作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，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。你这次做得不错，但是不要骄傲，要再接再厉。好，感谢教导主任如此无聊的发言。好。Michael， 你说这句话太像我们教导主任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学校表彰大会的时候，教导主任对我们说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胜。”哎，你记不记得还有一次表彰大会他发言，他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”然后居然忘词儿了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然后整个会场足足安静了有半分钟，最后他居然好意思说。后边的你们都知道了吧？那我就不说了。这是什么鬼？是这句话。哎，总裁，你在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